一个人吃饭真的是挺无聊的，或者是说你可以看着网络的节目陪你吃饭。然后10月27号我会找徐若瑄来交心食堂陪我吃饭，也陪你吃饭，中午12点啊，请锁定交心食堂。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，搞不好 Vivian 女神就会打电话给你哦。而且我们也会3不5时的开放 call in。 总而言之，10月27号中午，12点钟交心食堂见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去我们雅虎交心食堂，不对，雅虎 TV 交心食堂按个赞，那里有很多精华版，都很爆笑哦。